今天收到一位粉丝求助，他说网恋了一个女生3年，夸张，最多几个月，所以他想委托我把这封信和这些礼物送给他。哎，我其实有点纳闷啊，你知道地址为什么不自己去？修车？我觉得是被 CPU 了。哎，很有可能。那就帮帮他，顺便帮他把把关。出发。为了不让员工摸鱼，所以把他们都带上。因为路程有点远，所以这次我们就开车去。哎，别跑！啊，这次不收钱。哎，你们看，快没油了。我也不好意思找粉丝要油钱，要不你们凑车，这样我也没收你们车费嘛。你认真吗，肖总？啊，你认真的吗？啊，对啊，肖总，才加工资，我们真没钱了。你们快到了，准备下车。应该是那边。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好阴森的感觉。家伙准备好。哎呀，谢谢。谁呀？男的，还没开始就被虐了，有可能是他爸。啊，我们是送快递。啊，别慌，请问现在有真的在家？我就是啊。啊，你们是送礼物的吧？现在下午1点，带员工自费去上海玩了一圈，在外面看花了眼，回来无精打采的，准备换个政策让他们收收心，先给他们吃点家乡特产，激活他们遥远而美好的回忆，再带他们充分体验山城特色，爬爬山，跑跑步，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锻炼。小调皮们，来个套餐补充体力。套餐500，最后再带他们体验夜文化，越夜越美丽，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凌晨之前必须做完哦。当然啦，劳逸结合也很关键，让他们白吃儿可不行，就把睡觉时间抠出来加倍干活吧，他们摸鱼磕儿吧。那我辞职。可以啊，你先把这个月欠的工资交一下，祝你好运吧。做老板嘛，就是要精明，学会防患于未然，突发事件才能稳住泰山。这个是挺好吃的。用手写吧。你好，我来面试。请坐，经常听我儿子提起你。您儿子是？现在下午2点，最近工资收的比较多，正好有一个员工过生，就让他许个愿望吧。Hello， 帅哥，给我100块是许个愿。啊？那我肯定许愿啊。说。我看见最近很多网红去澳门玩，我也想去见识见识，可以吗？OK 啊，大家一起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谁出钱啊？我可没钱啊。我说，到时候你拍一下视频就可以了，明天出发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到外面了，看他们在拍照了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肖总，我们拍完了。拍完了。角度摆好一点哦。考虑到我粉丝基本上也是土包子，所以我就当个导游，简单介绍一下吧。啊？什么？谢谢，还要给我红包？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现在呢在金沙度假区，一般拍照游玩都在这边。你看这些一座座不同风格的建筑，有点串烧的感觉，但还是非常宏大的。而它们里面的分布可以说都是一样的。总的来讲，一楼是赌场，往上走就是酒店和商场，不同的地儿不同的风格。比如我身后这个就叫巴黎人，建筑风格也是仿佛那边的感觉。巴黎人对面呢就是这伦敦人。哇，真气。好了好了，他们又没交钱，看这么仔细干嘛？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威尼斯人。这外观没有前两个宏伟，但里面的惊艳程度绝对闪爆你的合金眼。已经进入商场了，看映入眼帘的就是赌场。哦，对了，虽然赌博在澳门合法，但这些赌场都是有赌牌的，你可以理解成营业执照，没有赌牌的赌场一样是不合法的。好了，因为里面不允许拍照，我们就直接去楼上的商场，看是不是很惊艳。小调皮们都走不动道了，真的是好看。他挖条运河也就算了，他上面还弄个天幕，他营造那种傍晚时分威尼斯的感觉，他逛起来就特别的惬意。OK， 可以回家了。很多粉丝网暴我说，我这么大个老板为什么不帮他们实现一些小小的愿望呢？因为我日理万机啊。不过今天有空就看看吧，合理的愿望咱们该帮就帮。看看，我喜欢一个女生好久了，不过我长得不是很好看，没有自信去表白，校总能支点招吗？啊，这个容易啊，我来告诉你怎么办。其实这个就是你还没睡醒吧。呸，别做梦了，死心吧。好，看下一位追梦人。校总，我没钱吃饭了，能不能微我50，好人一生平安。
哎，不对，我看你是上周四发的，都七天了，臭了吧？哎，哎，这条私信有点感人啊。你别这么假行不行？我还没读呢，你哭这么早干嘛？先别哭啊！校总，你是重庆人吗？我好想念重庆啊！两年前因为工作原因离开了重庆，工作忙也抽不开身，女友受不了异地也和我分了。以前他还给我寄点特产的，哎，最近刷到校总又怀念重庆的味道。听完了有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是别建议。哎，你。心怀旧，能干冰，杀不过喜马来到听，那边讲我感情，我是世界第一天，是缘分，是注定，我喊我把爱杀地。不怕风，不怕烟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一杯酒，两盏茗，三壶五心嘛来到顶。不行，校长吃饱了。我也差不多了啊！相信这位粉丝在屏幕前已经看到我们在帮你回忆家乡的味道了吧？上个月我有个员工说他没钱吃饭了，饿得面黄肌瘦，动弹不得。我说把你的工资换成 S 字，谱写更美好的未来。没想到他马上从工位上跳了起来，瞬间恢复活力，听懂。每个我讨厌的人我都给他掌声，我讨厌的人我都给他掌声。来我公司的员工我给他多少？听懂，给我100万。今天我把你们工作的 S 都带了过来，不要欢呼，不要100万，只要你们一个月的工资，听懂？懂。大家不要抢，我准备了100万张现金扫码，都可以。怎么没有笔？对，今天我没准备笔，因为你们就是笔，别人的笔写不出你们自己，听懂？掌声。有没有要吃宵夜的？我有券，一起点吧。我要吃小龙虾、烤肉还有炸鸡。我都行，待会我们 AA 吧。对，我就不 A 了吧，有饭很小，有点吃撑。大家都 A， 你怎么？你怎么一顿饭都斤斤计较，就不能请我？这么不要脸，体重应该很轻吧？阿尔法 boss， 矫正出心。你们现在正好没事儿，帮我哥哥打打榜呗。没事。没眼光，校长，你可以帮我哥哥呀！啊，我不追星，他们那么优秀，你不支持，人家会寒心的。我又不认识他们，再说他能给我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家哥哥的文化多才。不认儿子是吧？看见火就扑。阿尔法 boss， 小心心里。公司怎么这么臭？谁拉了？我太饿了，就吐了个螺蛳粉来眼瞎。能不能端出去吃？搞得公司臭烘烘的。凭什么？我就愿意在这吃。大家接受不了英雄办公。谁这么矫情？站出来，看我不。狂什么？大家都打过狂犬疫苗了。阿尔法 boss。